明天要去哪里跨年决定了没有呢？今年啊，全台湾各地北中南一共有21场的跨年晚会，肯定不会没地方去的。身 bling bling 帅气十足，萧敬腾台上演唱，台下粉丝满满，魅力无法挡的他，跨年夜这天将在台中陪粉丝倒数。绚烂的灯光效果，舞台雷射特效，在香港红磡演唱会这套砸下千万元的音响舞台设备，跨年夜也搬到台中跨年舞台上。天团五月天到高雄世运主场开跨年演唱会，倒数时刻在高雄陪大家一起倒数。火辣姐姐谢金燕跨年夜一路劲歌热舞，从台北唱到高雄艺大，是所有跨年晚会的亮点。烟火秀更是跨年晚会的重头戏。除了台北101烟火由资助人点火外，高雄艺大世界烟火更长达520秒，象征2014年我爱你的520烟火火热 PK， 总共21场跨年晚会包围全台，在2014年到来前刻，全台湾一起倒数。记者阿布斯台北综合报道。